观众掌声响。谢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。我发现江夏的朋友有好多不同籍贯的啊，有广东人啊，海南人啊，客家人啊，潮州人啊，什么人都有。这种叫做百花齐放。对，我就专门研究江夏朋友们这个籍贯语言呢、啊。还研究语言呢、啊、就比如啊，今天早上我进到了这个春夏酒家啊，我看见你在里头、哦、我就跟你打个招呼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是什么人呢、啊、哎，我是广东人。在这干什么呀？我在这喝酒啊。跟谁一起喝酒啊？我跟那个蔡丽啊。哎呀，那个是雪兰德的事情啊，这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哦，就这四句话呀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广东人。在这干什么？在这喝酒、哦、这四句话不同籍贯的人说起来的味道都不一样。是吗？哎，你要是广东人说的话呢，这四句话用20个字就把话说出来了。20个字？哎，这能说吗？能说呀，你算一算啊。啊，你是什么人？5个字。我是广东人。10个字。还需做什么？15个字。还需喝酒？对。哎呀，10个字啊，不多不少，对吧？哎，你要换作是海南人的话，怎样？这四句话呀，16个字就把它说出来了。16个字。对啊。可以吗？努地面南，我爱南南。哦。努东面地，我睡酒嘞。哎，16个字，没错没错。开场的应该都是海南人，是不是？你要说简单的话，福建人更简单啊。多简单啊。福建人说这四句话呀，用12个字就把它说出来了。哎、你别唬我。怎么样？我听得懂福建话，12个字能说吗？能说呀。你说说。听着，江槟榔，泡槟榔，做啥米，我啉酒。简单啊，还不如潮州人。潮州人啊，潮州人说这四句话呀，用8个字就说完了。8个字？哎，可以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。8个字？我信。弟弟，希望做你讲究。简单，简单。简单了吧？对，我想啊，应该没有其他语言会比潮州话更简单的。有。还有。我们华人、外国人说英语的朋友，哦，说这四句话呀，用4个字就解决了。啊，没了，4句话，4个字，哎，能说吗？不 ，me one dream， 对吗？对对对对。你看相声就是这样啊、哦，用语言逗了大家。那作为我们相声演员呢，在演出的时候，你得记得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该说的时候你得说啊，该唱的时候你得唱，唱唱啊，用唱的唱。哎呦，工厂着火了，拿起电话筒拨999。阿达嘎萨那蹦巴，萨呀阿达玛萨拉，阿蹦玛萨拉，鲁玛萨呀巴嘎，南巴阿比奈拉，来酒来酒来酒呼啦啦。来酒来酒来酒呼啦啦，酒吧酒吧玛丽，江岸三帮拉伊，酒吧酒吧玛丽，南地塞布兰加高比。来酒来酒来酒呼啦啦，来酒来酒来酒呼啦啦，嘎老伯罗玛丽。我唱完了。是我阿干玛丽。马来歌曲啊，我只要唱那个马来歌曲呢，接下来这位朋友呢唱的比我们两个好太多了。是我们两个姿态不如啊。没错，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 Vincent 安利的山东卫视的石强，掌声欢迎。No!
山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好，掌声。